Да, пасмотрим четвёртый пункт, медицинская страховка。Т, мед страх 第四点，我们来学习医疗保险。我们首先看这几个问题：У вас здоров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？здоров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是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你们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吗？再来看下一个问题：Вы проходили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осмотр？你们做过体检吗？体检。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осмотр. Третий вопрос. У вас лечение бесплатное? Бесплатное лечение. У нас есть медицинская страховка. У нас есть медицинская страховка. У медицинская страховка. 在俄罗斯，每一个人都要办理强制的医疗保险。强制的，俄语怎么说呢？用“必要的”、“必须的”这个词来表达。他们经常说 “OmeS”。我们在最上方看到了有三个大写字母的缩写词 “OmeS”，它的扩展叫 о б я з а т е n ь н ы е медицинские с т р а h a v a n y я 对健康来说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好。 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的新知识就放到这里。现在根据这个新知识，我们来探索一下生活的哲理。俄语有一句谚语叫 “береги платье снову, а з д о р о в ь s m м l l a 从字面上来看，是保护裙子要从新的时候开始，而健康呢，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。我们来一个押韵的翻译吧：衣服要从新时爱惜。 健康要从年轻时注意，那也希望大家保重身体，在学习这一课以后也更加爱惜自己的健康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给大家留一幅图作为线下同学来讨论的话题。<noise> 我们进行一下知识点回顾吧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一课里学习了病状。 其次，我们学习了看病的表达。第三，我们学习了确诊与探病。第四，医疗保险。这就是第十一课的主要内容。第十一课的主题是什么？乌布拉恰。在本课的最后，我们要介绍一个著名的俄罗斯城市——伊尔库茨克。伊尔库茨克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东部。 它是伊尔库茨克州的州府。这个城市有什么著名的地方吗？是安卡拉湖畔的一座美丽的西伯利亚城市，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的民情风俗和著名的建筑。此外，它还享有贝加尔湖畔的名城的美誉。这个城市距贝加尔湖畔仅有一小时的车程。我们在这里。 可以快速的抵达贝加尔湖畔观赏那里的美景。这个城市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国家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了总领事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大使馆吧。所有大使馆都设立在对方国的呃首都。巴苏里斯瓦甘埃尔布拉西，巴苏里斯瓦甘埃尔一定是在莫斯科。那么还有其他的城市呢？ 设立的是总领事馆。除了伊尔库茨克，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，还有 в a а д и в о с o о к е Вхабаровске、в я к а д е р 在弗拉 a 沃斯托克，哈巴罗夫斯克、叶卡捷林堡都设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事馆。在欧洲部分，Санкт-Петербург，在这个城市设立的。 欧洲部分的领事馆，它就叫做圣彼得堡领事馆，在俄罗斯，我们的华人遇到问题都可以找这些领事馆和大使馆寻求帮助。好，本课就到这里。西伯 г 亚 д н я всё, желаю в